这个是香芋味的紫米，这个蓝莓果酱超级多，它这个肉味道比较酸酸甜甜。
辣妹，这个辣妹比较小，然后再吃一个。这面包片真的很松软，辣妹果肉。那我今天早餐就吃完了，大家应该有发现我吃的紫米面包里面的紫米稍微会多一点，我链接里面呢全部都是加量不加价的，然后今天616到618这三天都是有活动，5个跟10个都是有活动的，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